第二题，向左运动速率突增时，水桶内水面因为何？我们突然会向左增加速度，那么水要保持惯性，要保持它原来的状态，所以就会在右边堆积，所以右边的水就会变多，所以看出来应该是甲。所以第二题问我们说，向左运动速率突增时，水桶内水面因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甲。